学生服就是黑社会妹妹在节目里的时光象征啊，回到原点，回到最初的梦想，回到这个节目的初衷，要用歌声，用跳舞，用表演来跟各位来讲他们的梦想。接下来带来的就是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掌声鼓励。直到后来，耐心慢慢的变，我们的坚持。